男主角梁山伯是剧中的灵魂人物，所以选角问题就理所当然成为阿诗要管的项目啦。讲到底，阿诗都对型男情有独钟啊。如果会跳舞的、会唱歌的，也是很好啊，因为可以帮我一下。如果说不是香港人，就是远一点的话，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金城武的，因为觉得他很靓仔，也是很帅气啊。要选男朋友的话，也选他也蛮好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愿望，可是应该是太远了。